现在的小姑娘就是会走捷径，什么时候当上老板娘了，别忘了回头把我们提醒一下。燕姐要是喜欢的话，就拿去。毕竟连同事聚餐的钱都要赖掉，剩下的菜还要打包回去当下酒菜呢。我呸！一色剩的小妖精，副总迟早要玩你那一天。少说两句吧。本来就是啊，当婊子还想立牌坊。副总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出去了。站住！辞职的事你就别想了。我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了吗？干，算了，明秀，咱们都是老同学，小渊在你手底下做事，你应该好好照顾他才是。小渊，不如我们一起去吃个便饭，咱们叙叙旧吧。许小姐刚刚回国，跟副总应该要好好聚一聚，我就不当那一天的跑。哎，小渊，我知道你还在怨我，如果当初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明修的话，我是一定不会和你抢的。许小姐还是那么多愁善感，可惜我没有那个闲心想办法。明修，我只是想跟小安像以前一样做回姐妹。你来开车。傅明修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